你爱我对外宣布，智慧开发要甲海港社策略联盟。我们对，智慧开发起码这新贵股票有高价，已经变几落倍啊！卡斯讲会当趁这机会，继续发布更加侪利多的消息，相信这高价哦，一定会阁冲起来。安国科长，智慧开发专利是 3D 投影，是要安怎甲海港社有工程合作空间？你无讲，我卖讲。像这样智慧开发的专利是啥？非得你只要对外口讲，海港城的高科技，包括人脸辨识、深空工程，拢是由智慧的开发来包办。啊，不过安尼公开讲白才敢好。而且今年海港城不是已经对外公布配合厂商啊？这都是讲话。啊，赵英新车祸案件啊，你办得安怎？阮有透过拍报监视器做个验，把赵英新带入去拍报两个嫌疑人。但是目前无确实的证据，让证明涉案。而且有大律师替伊辩护，所以暂时放伊耍。但这两个嫌疑人涉案程度足悬的，甚至有人下指导棋，威胁做伊脱罪。所以暗算派便衣跟监，看敢有法度找到后壁的藏镜人。少成，代志免想甲遮尼复杂啦。你若是想赢哦，我找代志互你做啦。啊，不过你免想要哦，找便衣哦去甲我调查这个代志。你即马紧甲我结案，你有听无？这是命令。我知啊。对诶，你袂感觉足奇怪诶吗？你甲拄啊行迄两个律师话讲煞尔呢，就顶落出来甲你关心咱呢。对诶，一条你敢确定阁要继续办落？我何兆成毋是叫吓大诶啦，是啊，我更加确定后壁有咧操控。你专工带我来赵应新出车祸诶所在，要创啥？何警官，你为什么气到啊？我无专工啦，我是拄拄啊好尔啦，无骗你啦，这条路是去阳明山捷径啦，足少人知影的啦。你拄啊讲，这是赵英新车祸现场哦。哦，啊那还拄好啦，啊是啊足拄好的呢。既然你伫现场，我甲你测试一下，看你敢有感应。来，感应一下，来感应一下。我知影。何警官，是不是因为恁警方无法度破案，所以你需要我来这替感应一下？你需要我替你斗三工，你就讲嘛，啥都要安尼等阮西工。是啥咧讲？啥物上看袂起阮这种灵媒，讲阮是变神啊？安怎无法度破案？即马需要我来替你即马感应一下是吗？我平常时啦，看你讲有影无影。袂输甲真个咧，啊！即马甲车祸现场啦，叫你安尼感应一下无？落擦，你真正是落擦。话就毋是安尼讲个啊，说是天公伯决定讲我是毋是会当感应会着，啊是毋是会当看到啥物？说嘛毋是我家己拢会当决定个啊。我是看你最近拢在上节目接受专访，我知影你伫个宣传恁智慧开发个即个高级，是讲恁公司打成立名，够有遐尔成熟个技术。我看伊伫个节目顶面讲到安尼包山包海，这内面敢无啥问题啊？哎呀，哥啊，我即嘛是智慧开发总经理，嘛是盛唐开发公关经理，所以哦，我俩代替公司发言。智慧开发是盛唐开发子公司独立出去的，我摕到资料拢是公司提供给我呀，财报嘛是啦。我承认啊，我对科技哦无啥了解啦。不过财报看起来无啥问题，我得看真正有真大利基哦。根据我的了解，恁智慧开发今麦伫个新贵已经卖了袂歹啊，而且还搞地下交易，万一拿错稳的，这是有法律责任的。其实应该安尼讲啊，我是对这个许英泰是无啥放心，这个人做人处事是有一寡问题啦。你看今麦
强行介入盛唐开发，就连周董涌泉这动作，我拢真明显。我也是烦恼讲你是会去利用去啊。哥，其实你讲哦，我拢想到啦。我捌怀疑徐英泰动机，啊，我最近根据我的观察，目前哦，无什么可疑的所在，所以我就放手去做啊。我是感觉你还是爱较谨慎、较顺利的较好。对啦。 我今日找你来是要甲你讲，我有一个朋友，我做大林，伊是一个真厉害的精算师。你看是毋是要甲你的资料摕互伊看一下，请伊替你做一下风险评估的。嗯，好啦。哎，关大哥啊，你紧甲我讲一寡内幕消息，好。三小飞，啊你搁坐第只要创啥？今日我要点餐。你是不是要等一下啦，关大哥啊？ 你卖只当心啦，你紧甲我透露一下，阿云内线消息。张小飞，你是无听到？人客要点咖啡啦，给。哦。姐啊，麻烦姐哦，你敢唔使过来帮伊点只物件？我要继续问冠大哥内线消息啦，啊。好，我随来。 何警官，来。 你情况咩？哦，张师傅，你找到靖东的头颅吼，替你怀疑。多谢你的鼓励啦。来，小姐，你嘛看麦吼。哎，是嘞，是嘞。无你先看麦，等下我再来给你点吼。奇怪，伊的身上哪会有血腥味？这是啥感应？大叔，你想安怎？ 你感应到啥？无啊。阿叔看到张义夫的反应就奇怪，伊一定感应到啥货。刚刚张义夫跟赵英新的车祸有关系。各位，咱今就来邀请柯董。 金档，伊先康利，做了替咱技术发表会进行开幕仪式。各位，请大家安静一下。拄仔大家看到的，是什么瞬间移动的超能力？是原本，甲大家做。 以我们公司利用3D投影技术投影出来的影像，所以今嘛，遐身边这四位才是真正伊。今嘛，大家对阮公司的技术是毋是更加有信心？哇！高冠达一招哦，确实厉害，这股票我买了着啊。 叫你老弟了。原来你替我研发的3D 虚拟投影技术，伫遮咧制作高调。是讲，那会拢无法邀请和这个智慧开发的创办人？恁家己煞伫遮冰冰冰冰挂掉啊？袂，安尼伤过无够意思啊吧？哎呀，永泉啊，你若这样我真来了，我们光临酒台。 我身为媒体神经小姐，好好熟悉一下，咱这前创办人、科技天才唐永泉神仙啊。唔免啦，无收到邀请就啥物代？我只是拄好经过。啊，也是讲柯董诶，你有发这个3D 立体投影邀请号啊？唔对哦，就算讲是虚拟的，我嘛应该收会着才对啊。老婆，你敢有收到？ 安尼我就知影啊，一定是柯董在伫美国大仓库中文拢放袂去啊！即个搞即款过桥跳桥板无影无迹的代志，讲甲秘书敢若真正共款。柯董的，你这毋是虚拟哦，你这是虚构。各位记者朋友，恁今仔日伫台顶所看到的柯董，因根本。 对3D 立体投影一点仔了解都无，而且伊嘛毋是做技术出身的。
所以今仔日予你看的，只是三 D 你投影入去嘛尔。后面我家己研发的虚拟管家，三 D 你投影生活伙伴，因都无法度予你看。所以今仔日这个发表会，会当算是一个笑话。但是不要紧啊，你若是想要了解，你会当去看卖《钢铁人》，还佮有《银翼杀手》这两部电影，安尼就会当比较较理解我这个三 D 立体投影技术的整体应用。对了，高汤，你敢有看过？你若是无看过，我会当寄下两片 DVD， 予你转去学一下。